令人振奋的早餐可以开启愉快的一天，而早餐呢，更是一天当中活力的来源。鼓励吃早餐的习惯，素食业者呢，将在3月17号的早餐时段，各家门市都会送出1000份的免费汉堡，预估当天全台将会送出超过40万份。另外，他们也跟卫福部合作，捐赠了1万份的早餐，要帮助弱势家庭，为他们加油打气。